点评一下宋老师的穿搭，你可以先趁着镜头展示一下。但问题是，这个穿搭是他造型师的，又不是他自己平时私下的。先展示一下，评价一下，你认为这样的穿搭你认可吗？挺好的，我很喜欢，就是黑白，对，黑色系的衣服。他日常是这种风格吗？日常不是，应该不是。日常风格还挺清新。